欢迎收看《一鼓作气》，我是俊成。今天我要用最快速、简单的方式来介绍这款落音贴。它是美国制造的哟。打开包装可以看到它欧噜噜的本体，一盒一共有八片。它的味道要很近距离才闻得到，所以可以说是不会臭的。那么由于它的厚度蛮厚的，所以闷音效果极佳。如果太闷，可能要用剪刀挤一半来做使用。那么粘性是有的，贴在大骨皮上面不会掉下来，而且价格便宜。